黄金海岸慈济志工每年四次到伊普市发放，这次的物资包括米、面、油还有罐头等两个月份的食物，另外还有物资卡、自行采购需要的用品，大家都迫不及待等着志工的到来。I arrived at 6 o'clock this morning, and there was about a dozen people ready before me. 志工每次都会带来一句静思语，这是给大家的精神粮食。静思语大家不仅知道，也做到，捐出身上零钱，帮助土耳其与叙利亚灾民。慈济在伊普市的发放已经12年，而今年的第一场发放，有96户照顾户领取到这份祝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彭云华、林玉彤、万良俊、吴清荣，澳洲报道。